到他，对，他要在他的正前方讲会，他这个。角度，在前一点。
微测体质的，因为呢，我毕竟是个代班，yes， 我真的取到不用测，因为我昨天吃了，我今天跟昨天吃了一整个蛋糕，就是一个蛋糕，昨天吃一半，今天吃一半，对，所以呢，今天是不会看到的哦，好吗？就算我要测，我还是墙外测好不好？墙外，我不会让大家知道。对。哪个账号了？等我一下哦。我怕我一登入，我这边就登出了。应该是不会，我登入一下。我可以开别的账号。新的吗？有了有了有了，找到了。那我要去找让你动起来，对吧？去搜寻，让你动起来。那动起来，是这个是吗？这个、哦，大家看到吗？让你动起来，对，你去搜寻，等一下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在介绍今天的礼物主题，对，我去找他。你要开工作吗？抽三个人的，哎，宝贝，你要不要放你那边？我们一起啊。真的吗？可以啊。那你等一下，你要在那边动。然后这个我会放这边，但我想先拍你，再讲这个。哦，谢谢，好，那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好，我往后退，你就可以放着。好，我有点矮哦。那我们可以过来这边。可以。然后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第一个，我们今天抽两个部分，抽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先抽这个课程跟房金，这是第一个部分哦，先抽第一次。然后抽第二次呢，我们就会抽我们的大合照，大合照你可以指定动作，知道吗？指定动作，你要赶快留言的，如果没有留言就没有了，知道吗？然后呢，再来就是今天的榜一跟榜二，榜一跟榜二。榜一呢，可以指定我们要画什么，榜二不行，好，榜二不行。OK， 再见。我测一下这个振幕。镜头要跟走的吗？对，镜头要发动，就是呢，他有个人镜，就是他有一个防身术，他没有防身。
得了了，拜托，这防身术必须，女生有时候在外面遇到危险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教会你防身术，就让你在外面半夜回家绝对不迷路，完全很安全，不怕事吧？那你帮我们示范一下，我们来正中间一下，好的好的，我们镜头靠近一点，镜头靠近一点，我们很简单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哎，你帮我站到这边来，当有坏人，你现在假装你是坏人的。就是当有遇到坏人掐住你的脖子的时候，该怎么去解决呢？对，你现在要掐住我的脖子，然后只要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一二三，呼！对呀，这么跳的话，跟着坏人跳绝对不会有问题。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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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的，对的，对的。高抬腿，然后抱头伸蹲，跟第三个波比跳，每一个20秒。好。
麦当劳，要先吃，要先练。好。OK， 好。
高台膝，但是这一次我们的手掌要比上礼拜更加的到你的肚脐的位置。好，一样是右脚抬捅到左脚抬，那主要用力的是你的髋屈，把你的脚用力抬高，好，来不加速 ，OK， 不断抬高，这样子是第一个动作，对吗？好，然后过程中一定要一直吸气，对吧？吸气，不断的要往前冲。我的肚脐也比腰还低。我上个礼拜就这么高了。刚好你手90度的嘛。啊，就是。哎，好，除非你的手太长。哦。改三十，回馈我的爱意，好，来，准备三二一，膝盖抬高，跳。
压低，所以身体一直线。我已经压低。哎，眼睛往下看多少？你去看小迪了。我要你帮看我出。哎，脚保持活动，加油。手微弯，手微弯，好。你跟小迪。身体往前推，身体往前推，呼吸。对，每一步放慢没关系。我怎么变成教练了？哎，过了二十秒，过了二十秒。记得，各小表都要记得哦。大家记得哦。
一个嘛。有人加小迪，有人说小迪。小迪，哇，小迪几个了？小迪，对的。所以等下把儿子抢就可以先休息。有可能吗？快去了。不公平。快去了。快去了。榜一会没力啊！榜一才可以指定哦，榜二不行哦，哈，只有榜一可以哦，大家加油，冲冲冲哦！五一疯狂的在送我上海号哦！天哪！天哪！小迪是不是要加？小迪加两倍，要掰！小迪加两倍，跑步！我天哪！看一下哦，看一下哦，被抄哦！还是有人要加，还是有人要加那个的，加小课的，我也加小课。谁想当史蒂夫教练？谁想当史蒂夫教练？先送个五亿来压压惊吧，51个嘛，送了51个。哇！不可能，后又开始在刷我上海了吧？谁要加谁？史蒂夫教练对不对？是不是史蒂夫教练的？同甘共苦，同甘共苦哦。对对对，快点，我想看到史蒂夫教练的名字，快打出来。加我等于我的那一份，你会？没有。所以等一下我是有一个动作要讲的。对。好，那就是，哎呦，临时改变一些主意。等一下。本来这个动作是没有任何重量的。对呀。这个包是包。把这一股怨气来先发泄一下。等一下，好，那好，我们下面吧。OK。好，然后先拿这个我们的所谓的 devil 没有，然后呢，双手抱着，先做一个深蹲，起来的时候叫臀垂下，臀垂下。所以你的手都是一直抱着 ，OK， 所以你是往前，一只脚会在前方，换脚，主要前面的脚会踩满，后面稍微颠 ，OK， 这样子连续，不要做得太低，因为觉得真的累了，我说放下球，还能继续的，左手跳 ，OK， 那接下来，等下就是你要加秒，来，这要到边，要到那个9公斤的，天啊，我们两个50秒，小弟50秒，就决定了，可以开始了，我没有坚持了，不能再刷了。
不可能被发现。
问题了。灯光刚刚好像忽暗忽明的，要瞧一下。我觉得现在我们是在瞧一下。哎，那太快了，你瞧太快了，去哎呦，太快了。我觉得教练的马表出现有点好像有点故障哎。那我建议用鼠标。啊，不要，那你还是用马表好。好，来准备哦，开始拍掌。有人很强，看到我在往前。好的。One, go, 我开始。好，坐在原地哦。对，在原地，不要飞掌，不要往前，不要往前。因为我手太短了。手太短，膝盖要抬更高。小弟做得很好，果然有练过。好，上来嘴巴吐气。小弟做得很好，加湿。
教练夸奖加十下，好，呼吸呼吸，过了二十秒，过了二十秒肚子用力，我的呼吸，呼吸，对，肚子变成紧了，太不行，还有还有，来过了三十秒，还剩多少？到的，还剩二十秒，对不对？十秒，十秒吗？来加油加油，脚跟在一起，我们最后的五下来，五同步哦，对，没有同步我们不算哦，三二一，四。称重。
错，1分34秒。非常好。我们也省一个动作。还剩两个。第九个动作，可以取消。那我们剩两个，还有七跟八。第九个动作取消。可以割出来吗？可以。可以。那是可以。分死掉。哎，这个真的累，这个真的。我刚刚脸差点中这个，我已经没有力气控制它的方向，然后就要门压下去。小心小心。我就往后退。宁愿撞球也不要撞脸。对，要撞球。没错。小弟感觉现在那个十个，哎，好像还不要让小。简简单单。是让原子球跟小弟继续留着。我以为。五一又刷了，五一又刷了，五一又刷了。我以为会瘦，但是结果原来是会死。
站起，哎呦哎呦，加油哦加油哦，这个脚走是很危险的哦，哎，还有20秒，还有20秒，可以可以可以，我等下开车回得了家吗？可以，我车子会不会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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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10秒，各位，10、9，来坐车，8，加速，7，我不敢站起来，6，5，4，3，2。二三四，三二三二一 ，OK。我们强迫还有10秒。我还有10秒吗？还有10秒，来，快点走。3、2、1 ，Go！ 10，加油加油！坐下去吧，脚跟踩好气。他走了，走了。好，五四，可以宝宝三二一 ，OK。小弟还有5秒，后面。
五、四，不要紧，三、二、一 ，OK。私讯这个。
小心听话。就让小心听话。就让小心听话，我就让小心决定。好。一分钟倒数，一分钟，时间到。喂。喂。抽到这边的那个课程是吗？记得要来啊！哎，不是你在高，你在那个台南，你怎么来啊？就万成真，对，而是真的是太久没有运动，而且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但我一运动，我就是整个人就陷进去，对我就会变成脑袋就只有运动这个东西，所以课程的十分之一，对，所以就歧视，就对的，哈。臀部在靠屁股，靠屁股。我跟你说，我屁股超漂亮。自己说，对，就是。谢谢教练。教练，我要。耶、yeah, ，谢谢教练。哎、欸，你会广东话对不对？我是广东话。那你是马来西亚人？哇，那你会很多语言。四种语言，台语、广东、中文、英文、马来文。很厉害耶！哇！好，再走。四种语言呢？对，差不多。哇！犀利，好劲！好劲啊！那你会来台湾？为什么会来台湾？哦，六年前来读书，大学。哦。跟住就工作。哦，原来咁。你就一直留在台灣結婚娶老婆哎好再來哇太酷了謝謝各位那如果有興趣想要運動的就是我們的 F45 它是一個澳洲的然後它可以讓你就是短時間就是達到健身的那個效果45分鐘就結束你的訓練對只是剛我們就是對10個動作結束我覺得你們的制服是制服对，这个是制服，看起来就很国外的感觉。对，这是上国外风格的。酷哎，谢谢教练，耶，棒，拜拜。我是香港人呐，白痴。谁呀 ？Ho 是香港人，你要不要在这里 ？Ho 影，对啊，他是香港人。要不要进来一点？这边的光比较好。对，他是香港人，他很对啊 ，Ho 是香。真的，他很好，他都骂我白痴，他刚说骂我白痴。他是白痴。Hello， 巧克克，大家哇，巧克克，天哪，谢谢巧克克，我的天，下次巧克克开播，我去你直播间，我去丢红包给你。没有，你不要来看我，我在直播间无聊。没关系，我要去看。但是我直播间超无聊。我要去看。因为你丢红包，他就要做别的动作，对，赶快去丢他，不要留给他，他就会给你礼物做动作。真假的？我们期待一下啊！好，我们期待一下，我下次来去看。新东西，你下次开播是什么时候啊？不开了，这辈子不开了，不开了。
主厨厉害啦！主厨怎么了？主厨很棒，对不对？我桌刚做超多主厨。哎，真的，你很厉害，你真的很厉害。我觉得我自己有点。你要不要躲在我后面？因为我今天穿蓝色衣服，你这样皮肤看起来就会比较被反光，就会比较白。对，好像不行哎，为什么？帮你遮住。巧克是什么？巧克是大主播，真的，巧克是大主播。现在 WCI 的告白气球，原来吓死我了，原来吓死我了，是 WCI 啊。为什么你的画面没有出来？我哎，那是我没有网络吗？好啊。哎呦哎呦，看到你进来。哎呦。耶耶！谢谢巧克力。下次我也要，下次我也要去巧克力。要你们不要来，拜托，我直播间超无聊。哎，感觉真的很有趣。没有。巧克口是心非了。巧克克。没关系，真的别来。嗨。嗨。Hello。哇，你们人气旺旺的。Yeah. 加油！很高兴认识你，今天有荣幸跟你们一起上节目，非常的感谢，真的我很开心，谢谢，对我很开心。因为我们站中间，好，你们他们两个拍吗？好，我有。那我可能要架高一下。好，我会帮你拿出来。哎，腿不行了，这不行。超级。你站中间，你站中间。好，那我们两个高大的爱心。对哦，三、二。大家，我最伤的躺在那。天哪，太可爱了！谢谢大家。你们可以常来这边哦。F45 Training。对，这是一个，他们说是一个澳洲的品牌。澳洲品牌。现在把敌人资讯给。直接写51就好了。对，哦，对不起，没事没事，小事。谢谢愚者滴滴的玫瑰，那你也要体验券吗？要的话下礼拜抽看，没关系，我觉得我一个礼拜好像够了。我这张是 HOHO 的，对不对？对。我都 OK 吗 ？OK， 我只在讲。好啊，其实好像啊，我也好像也有点想要，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上了。对啊，哎，我可以一起去。对啊，好像我好像有点想要哎。我刚刚本来想说不要，应该不会开车抽筋就好了。哎呀，有你在。有你在，那我就有点。就是深呼吸就可以了。深呼吸，好。不要急促呼吸。你怎么了？没有，我自己伸展一下，我怕我拍不回淡水。哎，你这淡水哦。我淡水。辛苦了。不会。你们要画画吗？你们想要画画吗？画。我可以给他看吗？要画画吗？那我画一下。那你画给五一，我画给浩浩。那我就瘦了。对啊，巧克要变成跟教练一样的那种，我跟他一样大肌肉，我会交很多女朋友。哇，对，不
可以交很多女朋友，不可以交很多女朋友，这样是很花心的行为。你可以专心的爱一个女朋友，交专心的爱一个女朋友。对对对对，可恶，你上礼拜秒关都没有给我看呢、欸。因为上礼拜就是有点微紧张，毕竟第一次。那我今天就是稍微比较紧张，可以啦，女朋友可以有很多个。哎，不是吧？不可以哦。就万一有很多个女朋友都要我的爱的话。谁？我是说，他们在开对。开出去。不行。那个巧克力的 ID 来。帮你可以全白色，我的手机就会有一点点，对对对对对，有一点反光。你用我的衣服。因为那个特效。不是因为那个衣服，我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会比较晃。竹竹那么渣，说出来没有说服力。对呀、啊，我是宝贝，我没有说是女朋友啊，也没有说男朋友啊，我是宝贝、欸，我是很多宝贝好吗？女朋友只能有一个，但小偶像可以有很多。好，那这个可以给我。干了，好像都签好了吗？签好了，谢谢，谢谢。麻烦你们了。咦，你们那个肩膀，羡慕小迪吗？什么肩膀啊？嗯，我的肩。不能太花心哦，我觉得可以喜欢美的事物，但不可以花心哦。Hello， 壁炉，啊不是壁炉姐姐，我刚不小心读了壁炉姐姐的讯息，对不起。你在干嘛？吓到我！今天一出来就听到原子炉扎发言嘛，本来就是啊，谁不喜欢美的东西？是喜欢美的东西这件事情是可以的，对吧，姐姐？喜欢美的事物都是可以接受，但不可以花心。我饿了，教练可以吃什么健康的东西呀、啊？麦当劳。麦当劳。谢谢吃 candy 的温小脸。他们吃东西，他们吃东西。这边是在内湖，对，这是内湖，然后。这个地方叫做 F45， 就是 F45 training 这样子训练这样。对，这里这个是一个澳洲的品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络上面找一些就是资讯。对、啊，这里有很多课程，如果有兴趣真的可以来。对，教练人很好，而且就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可以跟你说很多帅哥教练。对，而且有那种。不过还要转，给你们看我的那个，我的这个，看到吗？不过还要转哦。对呀、啊。那不可能这样子啊！不可能这样子。对。下下坐。可以，下坐这样。这是拉的，对吧？来看一下教练怎么做。哦，我知道，我看到教练的影片，看这里就那个饿的那个影片。哎，你有看到了？我看。一样的。你看我的画面真的很好。我有背的力气，所以是练背是不是？对。哇，他在叫哎、欸，这个。还有那种吹风机哎、欸。拜拜。辛苦了。主要是练背。哦。教练，你看我也有肌肉。有啊，哦，这个很。这个有这个，只有这里。那我也有，我也有。有，我也有。你哇！这个一点。多练就会有。也有。对啊。那底也有。哎呀，我很壮哦。也算。哇，我也有。一起。看我应该是算体脂比较高，因为我还是。肉还是端端一点。不是，是因为昨天你吃了一个蛋糕，像我昨天吃烤面一样，意思。是我们体脂这么高。哎，那可以量那个体脂吗？哎，我问一下，这可以量的吗？他想要量量看。但是他关机。对。好、啊，那算了，没关系。对。要下一次。对。有空，那希望下一次小迪可以是我们的。哎，对啊，可以体验啊。国术给你的那个券。哎，对耶，谢谢国术。对啊，国术给你的券。珠宝后来看其他团员的限动，才发现教练太爱分享。教练太爱分享是什么意思？海海一个问我，竹竹是鸡肉，你不是吃虾仁烩饭吗？我跟你们讲，昨天吃完虾仁烩饭，我昨天晚上眼睛有点过敏，要肿起来，你知道吗？我今天想说很紧张，然后我一直刚才吃过敏药，然后那个擦那个眼睛的药，过敏药，然后我就
今天才可以正常的眼睛见大家。所以你真的是眼睛是肿的？我就是昨天晚上开始有整个眼睛，就是你知道吗？像被蚊子叮那样，像过敏肿起来。嗯，因为我吃虾仁。然后就因为我最近不是打完疫苗，身体就很差。谢谢。啊，对，我们差不多要关了，因为这边教练要结束了。好，哈哈哈，我爱你们哦！谢谢大家。有兴趣的记得要来这边啊！我们要念一下排名吗？哎，对对对对，那我去念。好，那我也去。第二十名是浩一，谢浩一。第十九名是 Derek 韦，谢韦。第十八名是吉米周。第十七名是八江。十六名是杨俊宇的路。十五名是 CKMK。十四名是小光。十三名是五一。十二名是 YY。十一名是我在一个比较亮的地方。等我一下，第十一名是北极熊得是。第十名是鱼。第九名是 Uranus， 第八名是 Typekit， 第七名是勇哥，第六名是光泰，光泰好可爱啊，这名字。第五名是玉安，第四名是巧克，巧克克，谢谢巧克。第三名是博君，第二名是企鹅，第一名是奥勒米拉，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庄。降成9987的礼物，谢谢，可以，谢谢巧克克，啊，谢谢小迪，谢谢你们，你们超棒的，超有力，很厉害。谢谢小迪，谢谢拜拜小天使，谢谢，谢谢小天使今天来辛苦了，哎，你真的好白哦，你这个，你看我这光真的超黄，我从买来第一天就这么黄，哈，哦，大家都说我很设定，我不是镜头，我也，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动一下东西，我试一下。谢谢教练，我们来，谢谢，谢谢。我等一下可以给你拍洞洞吗？可以。好，你等一下拍，谢谢，谢谢大家，下次见喽，我们下礼拜见。好。真的，你是本来就这样的，我在动，我在动。拜拜，晚安喽，大家，拜，披萨。